ここは世界の裏側、あらゆる可能性を内包する想像上の空間、虚数空間。静観は絶望的な状況だ。観測収束が招く強敵と狂気は漂流艦を沈黙の基地へと誘う。フェイト、グランドオーダー、虚数大回戦、イマジナリスクランブル、ノーチラス、浮上せよ。繰り返す、帰還、感銘を告げよ。どうも、フェイトです。欢迎收看本期的加勒底日志。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啊，日服最新活动虚数大海战。这一次的虚数大海战是衔接在 2.4 到 2.5 之间的小故事哦，跟之前的大奥类似，属于作为主线之间的故事补充。虽然大家都知道啊， FGO 本来出活动就很慢，但今年的 FGO 却特别给我一种好拖好混的感觉。虽然营运方可能有他的苦衷，但我还是想要用一个玩家的角度去跟各位聊聊哦。开始之前，当然是我们的工商服务时间。日本超人气 IP 关于我转身变成史莱姆之导师最近推出了手机游戏，现在已经在苹果安卓双平台事前登录喽。点击影片下方的连结预约，就有机会获得小说、漫画全集和游戏模型哦。心动就赶快预约吧。虚数大海战，虚数虚数啊，说到虚数却让人想到小樱。本来以为啊，这是一个 CCC 的续篇活动啊，可能还会出个 Sakura Fight 之类的，结果不是哦。这次的主角是尼莫船长跟一众的泳装从者，还有最重要的星角梵谷。前面说到这一次活动的定位跟大奥类似，游戏的机制也跟大奥类似，消耗关卡会获得的彩色鳞片，在棋盘式的地图中进行探索。并用获得的点数推进剧情以及领取奖励啊，就完全可以当作是大奥迷宫设计的变形啊，甚至还多了一个要先弄活动道具的步骤，不禁让人想起当年做功德的三藏活动啊。不过由于开地图的时候啊，有可爱的弹射动画，通关报酬也有超多我超缺的贝壳跟黄星，再加上啊，现在的蓝绿卡召回体系健全啊，刷起来还是挺开心的。但因为本次活动也是没有活动角色，动机上可能会缺乏一些。顺带提 ，C 元帅这次也获得了强化，虽然大家大概还是不会拿出来用。最后来说说新角色的部分，这次时装的新外乡人梵谷，没错，又一个 FGO 性转的受害者，连满嘴络腮胡的梵谷都能性转，我真的是，哎，无法拒绝啊。毕竟你要知道啊，不是只有行月会搞性转，可是会搞性转的呢，很多都是全部性转。费特这种啊，有的性转，有的没性转啊，就会让有性转的角色显得更注目。我觉得这才是行月的问题所在啦。这位梵谷也不是单纯的梵谷，还融合了变成太阳花痴痴望着阿波罗的海洋女神克吕提厄，总之也是加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啊，行月老传统了。 FGO 的梵谷呢，是个个性并较的阴暗系角色，并且有严重的自卑倾向，会让人联想到不受欢迎的那部女主角啊，并且她的病娇程度是偏自我残害式的卑微病娇，这严重程度啊，也可以让她加入加勒底病娇组了，还会跑到床上跟你说双目凝望，真的是太夸张了。零击二破三破后的美感啊，可说是别有一番风味。我打从内心觉得这是最有发挥到外乡人掉线值美感的角色了。宝具方面，梵谷是一个外乡人辅助暴击手，所有领域外生命都能获得三回合158暴击的超高 buff。产星方面，只要宝具配合领域外生命的被动，也是妥妥的。梵谷的另外一个特色是会给自己上一堆诅咒的 debuff， 再加上啊，他的被动会让他不会因为诅咒而下场，真的是自残系病娇女啊！帮队友上完诅咒之后，还可以再吸回来。配合每层诅咒加 NP 的效果啊，可以让他的 NP 至少加 30NP， 全开可以到 60NP， 并且又没有 NP 获得的上限。梵谷不是说特别强势特别香，但总归而言是一个人设与性能都很有趣的角色。而这次活动啊，并不止时装梵谷啊，还有时装五星旗帜尼莫。虽然说尼莫是常驻角色，但看着这次活动不送角色，还出了两只五星，就觉得
感觉吃相不是那么好看。尼莫的特色在于一个角色有很多个角色，包含打杂、厨师尼莫、博士尼莫跟护士尼莫，一个角色多重享受。顺带一提，我只有酋长尼莫，推特上票数最高的是博士尼莫，但台湾这边的社群啊，感觉是喜欢护士的偏多。不过别忘了，原版尼莫可是正太呀！啊，什么？这不是更好吗？顺带一提，泳装伊利亚判定尼莫不是小孩子，是合法的。尼莫是兰卡丹体旗职打手啊，旗职竞争激烈，又有一个免费的龙马可以用。而尼莫许多 buff 都要配合场地效果才能发动，如果场地效果与特工都要发挥到啊，就会是旗职输出最高的角色。水边还可以靠莉莉丝啊，削弱空间则是不知道何时才能遇到一次的场地。宝具本身 NP 回收无法期待，但双 A 卡的 NP 率却非常的高，有配套卡就非常容易连发的角色。撇开性能不说啊，穿高跟鞋的少年难道不香吗？最后来说说过气这件事啊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那篇说 FGO 营收下滑的新闻？其实早在那篇新闻之前啊，在这次活动我就突然有这种感觉啊 ，FGO 过气了吧的感觉。以往啊 ，FGO 出现的角色啊，推特上就会有很多相关的二创啊讨论，因为 FGO 就是够红，很多没玩 FGO 的大咖会师也是会参上一脚啊。但这次活动的推特声量却不如以往，无论是产图量或是社群讨论的能量啊，都有萎缩的感觉。我身边啊退坑、半退坑的朋友也越来越多。俗话说，入鲍鱼之肆。久闻不觉其臭。身为开服入坑的玩家，我也是很好奇才知道 FGO 真的很红这件事。而同样的感觉，我好像很好奇啊，才发觉 FGO 真的很臭、而且是臭到过气的那种啊。总觉得心情上很微妙啊，好像 FGO 正在踏进舰队 collection 的那条路。不知道各位是怎么想的，但除非真的发生什么大事，我想我会跟 FGO 走到最后一刻吧。我是浮云，感谢你收看本集的加勒底日志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